表演赛预备备，开始。别急啊！哦，哇，钟汉良很棒哎，还在二号。曾经也同样无法自拔，你说你学不会假装潇洒，却让我别太早放弃他，把过去全说成一过生。好好大进步，两个人非常有包袱，他一直想把动作跳得很好，但结果没有一个。他就在乎很 solo 的一段精彩的舞蹈，但是那个镜头就全方位在扶着他。我觉得钟汉良玩的是另外一个游戏，我们叫找镜头，他叫躲镜头。